妹妹妹妹，等一下再跑街里去跟你说。咱们店呢是小本生意，如果有人来吃肉炒面呢，你就面多肉少，听见没？姐有事呢要出去一下。好，看好啊。嗯。服务员。你好，先生。听说你们这儿肉炒面特别好吃，给我来一碗。肉炒面就是脸条条肉呀。吴姐说了，肉炒面就是要肉少。为啥呀？吴姐说我们这是小本买卖，这样才可以赚钱。我跟你说，肉炒面肉炒面肉必须大点，你这才能赚的钱。那意思是吴姐骗我？对对对，吴姐就是骗你。重要换一碗。对嘛，这上一碗肉你才能赚了钱呀。一碗肉，嗯，这么多肉。这就是你工作室呀？嗯，大吧。你这工作室干嘛的呀？我二姨说你可有钱了。当然有钱了，贩卖动物的。哦，贩卖动物的。嗯，你信不信动物园那10万块钱的猴子，我20块钱就给你买回来？还有那几十万大老虎，我20块钱就给你买回来。还有天上飞的龙，20块钱就买回来了。眼见为实，你带我去看看呗。那我带你看看去。走。嗯，哎，回来。不用跑。这是天上飞的龙，这猴子，大老虎，动物全了，全有。这就是你说的动物呀。嗯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家里还有十几辆车呢。十几辆车？啊。你带我看看去。行啊。走走。哎，等等，我给你掏。啊。这么多车呀！你以为呢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车跑得可快了。我今天出门，比如我今天出门吧，我就开这个蓝的宝马，你看啊，快吧。嗯。明天出门呢，我就开这个橘色宾利，你看，快吧。嗯。我也想坐。你也想坐呀？嗯。不给你坐。二姐呀。吃药的时间到了，再不吃药，你神经病就犯了。可这样，不可，我要坐小车车。姐，不嘛，院跑出来了，人院长都过来带你回家了。不嘛，我要看小猴子。伙计，打油。哎，来了。大油啊。嗯，大油。大多少？10勺吧。10勺。嗯，10勺20。嗯。这咬八勺呀？不是，这旁边儿还粘着那么多呢，都是油。哎，满了。
是伙计，你是新来的吧？你知不知道我在你家打油打了4年了？我平时打十勺是在这儿，而今天我打十勺而是在这儿，足足差了这么一大截呢。把你们老板叫来。哎，红红来了呀。哦，大叔啊。怎么回事呀？你看这油足足少了这么一大截呢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新雇来的伙计。怎么回事呀？连个打油的活都做不好。红红呀，要不我给你加够了啊。一大截哦。哦，好嘞。哎，常来，以后遇到红红，你给他打够了，这个女人太屌了。滋儿，好了。你把我这字儿念成杜甫能动了，这叫勤能补拙啊。你不是还有小公司吗？还没上轨道，遇着你勤劳致富，还杜甫能动，里边还能爬呢。杜甫能动。你看我的，看我的。妇女之宝，妇女之宝，这符合我，这符合我。这不叫妇女之宝，这叫宾至如归。你在隔壁不是开个小旅馆吗？客人来了有一种家的感觉，那生意不是会好点吗？妇女之宝，我看你就是个宝。妇女之宝，你们这是啥？那我又见海，这不叫又见海。这叫观海。你在海边不是买了个小别墅吗？哎，你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宽广，做生意也会好的。还是大师有文艺有才华。你们字都弱罢了，看大师给我赐的字林荡荡啊。林荡荡。这叫林荡荡呀。你不是姓楚吗？给你儿子起名字吗？这叫楚中天，林蛋蛋，我看你就是个蛋。楚中天，哎，这楚中天写的也没错呀，这不是楚吗？这不是中吗？这不是天吗？哎，中在中间的呀。哎，写连体了。哎妈呀，大师，不是我说你，说你观海呢给人家写分家了，楚中天呢给人家写连体了，我这勤能补拙呢写成杜甫能动。哎妈呀，大师。哎呀，不和你们玩文化了，还气死我了。我大人都气跑了。啊，咱们一人求了个字儿，我该回家了。啊，回家吧。大师呀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发家致富的方子呀？来，坐下，冯大师给你算一下。啊，看你也是地阁荒原，千金饱满，大富大贵者。本大师掐指一算，你随便找个女人结婚去吧。你说那个份子钱滚滚而来吗？哦，那这样也可以啊，大师。等你事成之后，把我的挂金。谢谢大师。改日再会。哎呀，楚哥，楚哥，恭喜呀，终于结婚了。好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！哎呀妈呀，这你媳妇儿啊？冲你这勇气，我再给你200。走吧。老公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呀？你说嘛，你是不是不爱人家？我是不是你千挑万选才选出来的媳妇儿？一拜天地，二拜
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那么在入洞房之前，咱们玩个游戏吧。给你们俩一人一个苹果，谁能用最快的时间吃完苹果的一圈，谁就能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。哦，好，现在开始。哦，老公，人家嘴都脏了，你给人家擦擦。你谁呀？讨厌，人家是你媳妇儿。长得好像我爸爸。宋